大学生到底是住宿好呢，还是外宿好呢？宿舍不能借，你住啦。啊，就这样。朋友想借那个我住学校的宿舍，你讨人厌还是室友讨人厌？就是都。这样子就有钱付房租了。我们不是住同栋的，隔壁层的，我是住外面。1个月可以住在学校，1个学期划不划算？孩子骂我，然后他就过去睡觉。叫什么名字？讲出来。11月29日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同学，我叫万。